敌军还有三十秒。来一把马，扎哈。这还是个平 A 流剑圣，啊，没得关系。全军出击！平 A 传染病，哎呦我操，一级学艺的压制。他学艺我还真就没啥办法。传染病，行呗，你就往塔里头一队。请问这个野区是谁？是剑圣。小虫子传染病，致命点炎，哇！我服了。我发现一个问题，我的人头啊，我天哪，反正就是软弱，抽一下没抽着，杀亚索呀，好猛啊，这怎么不嘲讽啊，没有嘲讽技能，王八二级没学嘲讽，还不走呗，就是为什么就还不走，我就不明白。挂机，伤害有点高，往后拉啊，这边打不过，等一等，我兵这么多应该不怕，没关系，我撤一走，往左边走吧。快来玩吧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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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剑圣有鞋吗？来来个狗熊，他们俩，先杀那剑圣。武器大师给我起立，沉默。
溜了溜了。我直接跑，我直接硬跑。马尔扎哈前期好弱呀，这怎么地呢？就我就纳了个闷儿了，就不把我当人，我不像人呗，我是不是不像人？太过分了，这回中路太不把我当人了。等个四秒钟把他杀了，我就纳了个闷儿了，就为什么就不把我当人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这点破血就一直在这待着？你怎么敢？吃塔皮的，回家了，酸了。来个戒指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其实打到这种时间点，我们已经有点无敌了。俺们家这王八的等级，我说实话是真低呀、啊，所以我觉得给不给他蓝呢，这人也没有用。你给不给他蓝，他也都是这么低。所以还是别给他了，没有意义，毫无意义。自己升级去吧，四秒到，传染病，先给我死！别说别的，你先给我死！剑圣打人真的好痛啊，防御塔别砸我呀，哎呀，哎，这个人在这里为什么也能塔过来砸我一下子呢？
他的感知范围有点大呀。传染病了。我还有一个小小的疑问，为什么剑圣砍人这么痛？我一满血马尔扎哈两刀都砍没了。为什么就不把我当人？给我个解释。我中他，我直接塔杀。来个吸地牌吧。那亚索没碰着我。我们直接防御塔击杀，亚索还不知道出水银呢，你都知道出水银，他能不知道出水银吗？你就跟人马尔扎哈对线，第一件就出水银呗，是不？第一件装备就开始出水银，那你可真有钱，我的好兄弟。剑圣薛飞是有点肥呀，我不太敢动啊。这亚索的走位挺吓人的，我说实话，我不知道他旁边有没有人，反正是很厉害。我死了。技能我就不放了，那剑圣敢出来，我直接把他杀了。我们先把这一塔给他拆了。你给我打死剑圣，漂亮。我可以美甲窃魂卷了呀！我这一抽，没人吗？这中路没人，我可拆了。发现这剑圣没回来啊，都是挑这种我没有大的时候来，就来的时间点都比较的好。先来个大棒子，一个美甲窃魂卷。大招70秒，还行。
挑战命运的一员。我这一看，这剑圣要起飞呀、啊，要飞起来了。让我看看。狗熊是疯了是吗？他狗熊啊，你跟我打小熊，我可是俄罗斯人。回家亚索被打挂机，亚索在下路呢，但是他们家剑圣不见了，不知道这剑圣上哪去了，上路跳小兵。我去找找这剑圣，小熊，你没有大呀，熊！哎呦，我奶妈怎么从这里出现了呢？两层了。缺个猫的跟冰杖，我们先来个冰杖，再来个猫的。出鬼术，不用出鬼术。因为我有美甲切魂剑。武器大师可挺能动的，不都死。哎呀，我看看啊，你跑个屁呀你！你跑啥呀？你干不挺能？你干不挺能？你干不挺厉害的吗？小伙子，咱旁边有人，咱不找，再见。那王八能让亚索给杀了呀？我的老鳖呀！啊！我今天是不是得吸你的奶了？我靠！不啦！你跟我打！沉默，哎呦，有点痛。
狗熊死了。你们说他俩打剑圣能打过吗？我感觉费点劲呢，算了吧。把这美甲窃魂卷我发现不行了，我必须得给它攒起来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的美甲借魂卷会变成25层，并且我一次不死啊！那武器大师没打过剑圣，确实是不太行。就和曾经遇见的一样。那老三个人我受不了，你知道吗？一整就3、4个，后边还整个奶妈，他们又有奶的人，又有虚区，再整个狗熊，还有全牌，还有收割的，整个一打副本阵容，打个大龙吧都。来。屏障有点贵呀。我打着蓝，我感觉会有点危险。确实挺烦人，这俩人老搁一块儿走。谁投的降？为什么老要摁投降呢？他是不是觉得这个投降键的很有意思？下路推呀，哪了？把狗熊杀了吧！哎呀，没助攻啊！我的天哪！上面给插个眼儿。
先把剑圣杀了呀，先杀剑圣啊。那 R 剑圣怎么没有人打呢？要做什么？沉默。沉默，传染病。沉默，金克斯有火炮吗？没有啊。沉默，小龙拿去。十二层美甲血魂月，其实我觉得我现在需要一个法穿。先打个蓝 buff， 我出重伤我就没办法出冰杖了，要不咱就把这美甲切魂卷卖了。这不用重伤，那王八有，那卡莎也有，我还出个干啥呀？我出那老些有啥用吗？这玩意儿也不重叠。没隔着主要是。咱先杀了啊，剑圣杀了，先把中塔拔了。能不能先帮我把剑圣杀了，漂亮？那美甲切魂卷不要了。其实我这重伤没啥用。呀，为什么美甲切魂卷不让卖买回来呢？这很奇怪呀、啊。这把居然不是 MVP， 我没想到，为什么呢？这是什么原因？